对啊，这里面有疫情。对啊，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啊，你常常在这里拍计程车吗？对啊，我不知道啊。你也不知道有那个？没有看电视啊。啊，你会怕吗？有什么好怕？台湾做得很好，该撤就撤。他这边有疫情哦，出来啊。对啊。这疫情就要赶快处理，不要扩散出来，因为大家都会很头痛。生活方面，大家都影响。啊，会不会影响你的计程车生意？会啊、哦。人的都是不敢坐车啊，会怕到这样子啊。三立新闻网，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，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。九四要客诉，2020台美四次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。人生惊叹号，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， 即时新闻不漏接。